这个肉丝有够香的，超香，它洋葱也好甜啊，也好甜，而且它的那个饭是湿润的，不是那种很干的那种饭，而且它饭很有味道，很有味道，很香啊。因为台南的这个有分干的跟湿的，他们这个饭啊，就是稍微有把它加那个汤汁在里面，比较湿，所以吃起来是湿湿软软那种，而且很适合生生哎，你不是喜欢湿湿软软的？对，它看起来好熟哦。它有点稠稠的，嗯，因为蛋加蛋的那个蛋黄本来就比较稠，嗯，而且它那米饭的味道都有那个虾仁的香气在里面，它米饭跟那个虾仁的味道是真的是不会同床异梦的感觉，对，好好吃。这边还有小菜，你们要小菜吗？我想喝饮料，你要喝饮料？到底要喝什么东西会比较？都好甜的，我要香肠。你要香肠？哦，哇。你们真的好威哦！耶，我要吃。加油加油！好喜欢跟你们吃饭哦。我觉得吃东西就是要人多一起吃，然后就是遇到会吃的人才会开心。嗯，他的香肠好好吃哦。够味。哇，这香肠好吃。它好像中秋节自己烤的那种。嗯，好好吃哦。你以前在台南念书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觉得台南你最最最最最最最推荐一定要吃的是什么？我喜欢鳝鱼意面。哦，对，鳝鱼街，鳝鱼意面。那你有没有曾经吃饱，然后肚子变大，然后有人以为你怀孕？你怀孕了？哦，有，我之前就是吃饱上车，结果有人让座给我，结果反而是我怀孕八个月的时候，没有人要让座给我。你吃饱肚子比怀孕还要大，是不是？对。还有几分钟？三分钟。哎，我可以帮他上诉一下，可以多两分钟吗？可以哈。好好好，你慢慢吃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因为你已经很厉害了，真的超厉害的。加油！可以的。我们家长帮我们的大老板一起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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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板娘，全部台南的人都站起来了。然后你跟我们聊天聊了五分钟，给镜头看一下，刚才一颗好长，三十分钟。